像你这样，真的好像我差不多嘞。为什么你看谁这样高？每个人都以为我很高，因为他高吗？没有，你现在真的是觉得我很矮是吧？不是，就是觉得不会说矮，可能他长一层，他手脚长，对，他是脚。哎，我手脚长，那跟人缘有什么分别啦？啊，搞些老搞为什么分别？什么叫我翘等他等？太听啊，要死！我这种是标准身材，好不好？真的标准。真的，哎呦，他从脸，你从脸到身材都喜欢。刘雨桐，你不要在那边睁眼说瞎话，他这个叫标准，脚这样短，腰这样粗，嘴这样大。重要的是哦，他看起来是高。你知道我刚才要买一件衣服哦，长裙哦。我妈讲你这样短穿会好看呢。你说长裙，他刚刚你来之前才穿这样长裙，差点跌。喂，狼狈。买成丁工啊，害死了！都说好了，蔡雨桐呢？其实呢，每次来现场，我发现了她服装非常的多。我跟你说，还有你们下次就要你们要穿真的这么长的感觉，你们就不用买长裙了。怎样？你们买纱丝裤就很长了，就会不可以。矮人们也穿纱丝裤，看到有丝裤这样。不是纱丝裤，你们会穿到这边。纱丝裤那我穿纱丝裤，你们穿就穿脚尖。啊，你高啊，再讲他高啦。好啦，雨桐的歌很多。刚刚我有发现，刚刚有两位大姐刚有来问我，雨桐到了没有？那我知道呢，可能大家都很喜欢听雨桐的歌曲，但这时候呢是最棒的时间了。对，我是讲唔知是土女还是好女，不可能土女，可能是好红包。对啊，希望是好红包啊！唔知你个温女也未行，啊你就无欠你去什么人家你土女？对，难说。来，最近呢不单单进在歌台上嘛，其实他也进入了美容业。对。老板娘，对不对？没，就是只是穿骨这样。哎，穿骨也是对美容有一定的姿势嘛。是，都有学嘛。你不见得我去穿骨做老板，我好了好了，不要这样讲他了。龙湾海选，哎，老板娘唱什么？老板娘唱什么？阿麦第一首歌那首《招财进宝》。哇，这首很好听。哎，我今年反而很少听到这首歌。对，我喜欢这首歌，好听，我喜欢听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招财进宝，蔡雨桐。感谢宝宝贝贝、宝贝前辈带着招财进宝，谢谢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哇。招财
开心吧，谢谢所有朋友，这首新年歌我非常喜欢，我觉得很简单，然后又很有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谢谢大家好，欢迎去说元宵节，我们的年十五啦，我们的新年即将过去了，希望我们所有朋友新年过了以后呢，大家还是要保持身体健康，最近天气太热，我的话比鬼哪干啊，所以大家要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，那么做事情才会顺心如意，而家才能平安健康顺利，谢谢大家，那么大家祝我们所有朋友都和家园满满，幸福快乐的，谢谢大家，那么还有就是财源广进很重要哈，除了健康现在就是爱财源啊，对不对？大家要财源广进，是的，顺利如意，谢谢 Thank you。 来，那么听过这首呢招财进宝，那么今天感谢我新会区域的制作给我这个机会，同时感谢我们头家的子女士们，谢谢我们所有的老板们，谢谢。那么听过这首歌请先来安排一下一首歌，还没关啊，对对，再来一首中华老歌曲，献给首老大，献给我们所有朋友一起来欣赏，前面也唱了一首歌曲。感恩，那么你们的掌声，那么台下很大很大很大的动力，谢谢。虽然没有声音，还是要感谢大家。那么听完这首歌曲下来呢，我想安排一首福建歌，对对对，啦啦啦，来安排这首比较怀旧经典一首福建歌曲《该秀》，献给我们所有朋友，比较。